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羽。你们看到影片标题，没错，我们今天又要来氪金啦！欢迎来到我们的 FGO 氪了没？好，我相信你们各位都氪了，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们这礼拜的活动是什么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酒吞童子。那我现在还没办法打关卡，因为我还没过第五特异点，我现在才打到第二特异点而已。我剧情真的没太打，我都在练角色，我后角色抽太多了。不是啦，那个对不起 AJ， 对不起卓毅，对不起 Nico， 对不起爹，对不起黑熊。我今天没错，就是要来抽抽看酒吞童子啊！我这次一样会氪一些钱，我本身的石头好像不够多了。虽然电玩展我都有去领石头，可是好像还是不够。于是乎，我还是会氪一些钱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进入到游戏中看这次的活动吧。哦，鬼哭醉梦魔晶罗生门，哇，酒吞童子超正哦！为什么是萝莉啊？我比较喜欢大奶。哦，是从1月30号到2月12号。哦，今天我这部影片发布应该2月5号、6号了。九尊童子加倍，然后还有五星的礼装加倍，好行哦。九尊童子是阿莎型的职缺，原来是阿莎型的职位啊。可是我之前有抽过一只阿莎型的，那我们先单抽，然后要把多余的抽掉，坏鱼抽掉。哎呀，但是礼装机车艾琳艾斯林要靠腰，再来哦，角色是谁？哎，是法上卡的，啊，看没闪金光，干吕布。干你吕布，干吕布真的很机车，看起来很烂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时间抽好了。来，啊，是李庄杜瑟一，我这张超多的，拜托不要再给我了，官方。哦，第二个角色阿卡，还是比利小子，我这个波动爆炸，因为比利小子画风很不一样，所以我一看就看得出来。哎呀，第三个是，是新的概念烂礼装是不是？三星的概念礼装，朗读劝进账傻小，然后是小色看汽车，阿莎型没闪金光，哎，亨利是亨利，对，就是我们认识那个胖了胖亨利，啊，也是礼装，哎呀，记录保持着，这个也没好到哪里去啊。下一个，又是这个，不行，这领型。好难过，哎呦，是角色哦，哎呦，是法萨卡，哎呦，没有闪金光，干啊，是大流士，于是三四，哎，大流士就是那个预告片出来的那一只角色，黑黑的，哇，是阿兰洛，哦，是角色，阿卡，闪金光，就是比利他妈的小子，哎，我真觉得我已经没欧气了，你们看到上一集应该就感觉出来，我欧气越来越少了，法萨卡。哎呀，没有，又是大流士，看抽同样的，现在抽了两组，狙车，再一次，不行，我真的不行，这样就退缩，再一次。哎，是心理装，炼蚕火焰型，等一下看一下是有没有什么样的，再来，哦，是角色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差不多要出来了，阿莎型，神经光，哎呀，没有，是谁？哦，是那个很烂台词，穿睡衣的。再来，哦，是角色，有角色就有希望。是巴沙卡，没闪金光，该就是他妈吕布，吕布。再来，角色，巴沙卡，是闪金光。是那个 F vs Aquaton 什么的那一个的动画里面的那一只巴萨卡，就是上一季新番里面那只巴萨卡，我很喜欢那角色，他就是时钟卡，机车他妈的时钟卡，时钟卡真的是有多机车。那是很不错，可是是四星的，比较可惜。五星礼装，狐狸的夜之梦，哦，好像是这次加倍的，五星礼装 SSR， 再来。角色，我觉得要出了哦。哎，是阿强。对。再来，哦，又是角色。阿沙奇。啊，是百变的哈萨。看看我。哦。
闪金光，是中位闪金光，五星的，巴斯卡的。干金色是贝奥鲁夫，我操！哎，哦，好了，旁边闪金光是有几率抽到四星也没错了。干金色哎，礼装哇，最后以一个最烂礼装作为收场，还有吗？没了，干烂死了！虽然抽一个五星，好啦，十抽三四星一五星礼装还不错。干这一只超正的，我还蛮喜欢它的。好了，各位，我要他妈的再来抽。我现在剩92颗，来92颗，拼一下手气，拜托，九吞，速度，来，你说阿甘，还是进账那一张超烂的，进出的那个最烂的那一个，角色是角色。巴萨卡，还闪金光，是轻击，拜托！我不想全部花完了，我不想多氪。不是 C 吧？也没闪，是胖仔，是阿靖。等下再来。哦，他闪金光是不是？哎，这是金色的，哎，是莱塔。靠腰玛丽安东尼机车，这张我有了。干四星角色，四星就不要闪他妈的金光啦！哎呦，我觉得没希望了，走，真的没了。轻击 Part Two， 阿萨辛，拜托阿萨辛来一次吧。有没有闪金光？是莱达，是小时候的莱达。拜托停！拜托啊！是闪电礼装。哎呦，是梦华镜哎！这张我缺，这张我需要，这张我需要。老头那一张，我需要。又是闪电礼装啊！这魔方，我头好痛啊！怎么办啦？拜托，我希望找出个一些好一点的五星也好，都是四星的。好，这一次很多四星礼装。角色，拜托是阿萨辛，拜托是阿萨辛，是巴萨卡，吕布，机甲，都快肺癌了。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只有好，我要用左边奶头抽。有人说半夜过12点以后会有效果。薛凯洛，薛凯洛，来再来，第一抽。啊，也没有闪金光，所以是一般的。超烂的小丑刚刚抽过了。FGO 的报酬率真的不高呢。炼坛的火焰神衣。有什么角色啦？啊，连续两张哎。这一张礼装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各位知道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。角色吗？阿查没闪金光，哎呀，哎，会不会就这样没了？拜托不要哦！女装，时钟塔 ，FGO 七大建筑物之一，呀，哦，第二个七大建筑物之一，柳动式干机车，再来。摩托车，干！我他妈还不骑个去路上飙车，还看连枪哎！魔力自己看连枪，连枪现在是连枪状态，
角色，九分，不相信，没闪金光。哦，真的快哭了。也没闪金光，惨了，我觉得没了，这一波没了，这一次应该没了。哎呀，真的没有哎！干机车，最后十抽了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多的石头可以让我先一抽。没有。好。对，商店应该可以换呼呼。いらっしゃい。取り返しはまだ見ていく。マナプリズムと交換する？いいとも。まだ見ていくかい？取り返し、まだ見ていく。取り返しはつかないものだ。扱いには気をつけてね。我先把一些该卖的卖一卖。来，各位，我们先想办法换一个。まだ見ていくか、まだ見ていくかい？マナプリズムと交換する？いいとも。では、今回の品物を紹介しよう。好，来哦，来哦。来，来，我们用呼符来抽。目前不，哎，有没有用呼符抽过五星角？如果有，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。来，定角色。方向卡不会闪金光，我就知道。好，再来第二个护符，把运气都抽掉。哎呀，是那个女装限制晚餐。第三个，来哦，爱心角色，啊，是五星的那个女装。好，各位要来，我要用手肘抽。啊，抽到了，机车来哦，第一个，最后时间都没了，我是真的没了，我连钱都没了。啊，第一个一定是枪哥，干机车，干果然是枪哥，爱智障那一个。自从古至今，只要抽到枪有关的都是枪哥。来哦，再抽阿大信，哎呀，这车也没有金光。不会，我不要这一盘全共过，拜托！再来！角色，有角色就有机会。哎，也是真的。哎呀，烂东西呀！机车！哎呦，是护符！哎呀，我一次应该不会这样被抽掉了吧？炼坛火焰型，因为十抽一保底四星，有角色，拜托，啊，真行，啊，又开始，我靠，这局开始也太多了吧，干，我这是超烂的，三星的，我丢轰了哇，哎呀，是女装，哎呦，是女装，糟糕，这个不是好现象哦。是女装，又是女装，不要，我不要女装。糟糕，我觉得这个趋势不好啊。角色，拜托，又是阿扎西，拜托，闪金光，没有闪。哎呀，是吉尔，机车，再来，还有，哎呀，是木符，糟糕，是摩西过海。有吗？还有吗？拜托！小心，堵住一个。阿卡，一个没了，共估全共干机车，干，不行，我要克。克2390，干，拼了，希望我的
经纪人不会看我这部影片，还有我妈跟我女朋友。哎呀，我分频道他们不会看啊。哎，不行，我要氪，我要氪，这个不氪不行。2390，拼了拼了拼了，我一定要他妈拼到第二单了。各位，我第一次一部影片氪两单，我真的已经变 AJ 了。ダヴィンチちゃんのステ、お望み。準備は万端かい？我只想要抽。好，我现在169颗，我先抽三抽，把那尾数去掉。第一抽。主角色是你抽，好，骨骼光环，开心。第二抽，点掉点掉，好，船 ，OK， 再抽，好，来打，没他，好，来，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，我要用菱形的百变怪的手抽。点不到，好，好，可以，来，第一抽，好，柏林制药，烂，下一抽，我现在病快发作了，第二抽就四星了，这不好，这不是好现象。啊，没想着，地震都没想着。拜托拜托，那个 FGO 看到我他妈刻这么多手，我身上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对我。哪个？吕布，这是第三只哦。哇，再来。哎呀，狮子玩偶啊！再来，是逼我要画魔法阵就对了。Get， 一定不是五星。机车哎，再来再来再来。啊，我真的快丢空了。再来，又是 Get， 没有五星。哦，看这只超丑的。查尔斯超丑，角色不是角色，宜家还有吗？哦，还有角色阿萨辛，哦，干没闪金光，干机车哎，说到阿萨辛就算了，还没闪金光。小色对吧，哎，都没有哎，是胖子干，没有共估全共，再次哦，来第一抽马赛卡吕布，烂，再来，哎呦，角色，阿拉丁，又没闪金，又是白帽的哈桑，我靠，他妈的，超强情况把这些角色删掉了，拜托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轮到我了，啊，闪金出来了，啊。机车，巨装，看机车，再来，又是一装，再来，哦，好痛苦，看来自己前一个月掉了。饥饿。妈，饥饿，我改名叫机车好了。哎呀，这次我不是有体质啊，这张礼装，这次加倍的。有角色。哦，
没算清楚，看你白帽的哈桑，我操！我感受到 FGO 的可怕了，一定是枪哥。哦，一样一样，那枪哥。哦干，屁枪嘞！再来，角色。干，不会吧？不会，我觉得没了。对，没了。我现在还可以抽三次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。我们继续抽，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我抽最多的一次了，我真的超崩溃的。奖励给我两只五星，我觉得不为过了。再来，哎，礼装，哦，快中风了，又是礼装，2030年的碎片，五星礼装，看，再来，流动式，哦。感冒拍这个影片，超级会想要自杀的吗？好惨哦，紧张！拜托，啊去啊！你又不会闪金光，你出来干嘛？干魔力计，我靠，更烂了！我真的觉得我等下停下来了，我看一下角色，阿强不会闪金光，果然烂。大卫未了悟，再来，哎呀，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，超烂哎！光画风我就不喜欢了，干你抽两张，我操！角色哦，不可能，枪哥不可能会抽到有闪金的。再来。角色 ，taste 不是我要的。干 ，FGO 不是有120抽就一五星的传说吗？干没有哎，一只都没有。好哦，70颗我严格来说还可以抽两次十连抽跟三抽，我先抽三抽。这次加倍的礼装都有，就只差角色了。来，先单抽一次。好，下一个抽不是，这三抽抽完没有角色，我就不抽了。没有角色，最后一次，没角色我就不抽。没角色不抽了。哎，好，算了，继续抽了。干是五星的，五星礼装，圣者的躯壳。干这礼装算很好。哇。赋予自身弱化无效状态三次 ，NP 获得量获得15%，哇，超正！好，我们继续。算了，60颗把它花完吧，不要这么高高低低的。第一抽角色很好，角色嘛，好的开场，基本上看了就，我想要把它剪掉。来礼装，礼装，哎，碎哦，哎，两礼装，其他垃圾都没有。最后十次了，各位，你们看，啊，看，好、哦，各位，最后一次，希望 FGO 有在眷顾我。角色，枪哥不可能闪金光，好，我不想按掉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也不想抽到。
我爱掉两个。几千？闪金光，金光可是来的、啊。马尔萨。超级酷酷耶、欸、我抽得好崩溃啊，有没有？没有耶、欸、是哦是哦我们有护符吗？护符都抽一抽来哦，我们来抽抽看护符两次会抽到什么。来第一抽，来哦，哎呀是礼装耶，两星的。再来下一抽，哎，金光，不过我觉得不可能，哎，嘎，机车，看最后是亮金光，出来是阿沙型，有很高几率是五星。他妈的，给我开膛手杰克，我他妈有了。FGO 到底？算了，我的问题一定是我运气不够好。看九吞，我这次不会氪了，我已经超出我的预，我已经预知了，我下个月前来氪这一次的。看我整个超崩溃的。各位观众，我觉得啊 ，FGO 今天氪了没这个系列？下次我要拍的话，我今天这部影片请破20000观看以上，我才会愿意再拍下一部。我真的觉得我氪太多了。大家都觉得 YouTube 很好赚，没有 YouTube 不好赚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按个订阅键。喜欢那可以去订阅我的主频道，可以按照我 FB 追踪哥的 FB， 按照我粉丝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各位观众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